血浆这些东西，有的是用洗涤灵条的，为了方便洗，还有一些就是口服的蜂蜜或者是止咳枇杷露这些，完了加食品色这样调兑出来的。没事，它这个是蜂蜜没事，把我帽子拿来。武戏族我觉得最复杂的可能还是战场的效果特效这一块，你像一些刀疤呀，还有这些伤效的东西，我们都做过一些，就是前期筹备就做了一些模子，就是直接可以做完之后直接粘贴的，是为了节省现场的一些时间。基本上一个伤效妆，如果不是说特别重的这种伤效，基本上在三五分钟就能搞定。头发都往它真的是这样，做点烂肉的，看你看这个形状。来，现在有效果。来，烂了。反正我们之前做基本上都是露这个。这边啊，整这边，这边是不怎么招待的。光哥，光哥下来多少个？烂几个。光哥，连木哥全算上。这回咱们再切一半。您知道咱们武戏，你看到了全是狂轰滥炸的这些东西，肯定重点还在效果上，导演要求必须逼真，而且呢这种效果要做得到位，包括每一个演员，尤其是主要演员的这种效果，就是尤其给特写的这些东西做得都非常细非常讲究，包括他说的上海的，包括江桥上的，特意都开会说了一些要求了一些东西，比如说砍的刀疤呀，或者是吐血呀、是这些特效的东西，都是很近的一些近景的话，导演都有要求。做大概意思啊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啥呢？大家不知道，拿纸巾巾，搁这拿。你这递给他东西，就这样慌慌张张的，哎，快按住他！你明白？就是整个节奏要起来，你的节奏是啥了？就是假装你也得替他演。我印象最深的，应该就是在齐齐哈尔特别寒冷的地方，完了我们的孩子，因为。对眼睛是一种尊重，不可能戴着手套去跟人往脸上抹东西，那么孩子们都是赤手去沾这些血浆，你知道齐齐哈尔零下30多度，你们可能去的时间短，还没感受到特别寒冷的时候，凌晨5点多钟到现场的时候，那种冷是真的是刺骨的冷，完了我们到现场以后，所有的只要跟水带关系的全都冻成冰了，血浆连大宝都冻，大宝还是油性的东西，大宝全都冻得挤不出来，完了我们的血浆全都得拿现场烧的开水把它泡开，完了孩子们用手往那个演员脸上去做，尤其是那种就是血浆膏，它本身一冻了以后特别硬，根本就抠不开，必须用温热水把它泡开，完了孩子们在做的当中呢，我们那个罗罗现场主丁在给马占山他们做这个特效的时候，因为打得很惨烈嘛，很多砍伤啊什么刀伤，粘完之后这个手呢当时就呈现一种什么，就是真的冻住了不会动了，哎，我当时我真的挺感动的，我觉得拍这个戏真的挺不容易的，而且孩子们的手在拍了一个礼拜之后全都有冻伤，全部都有冻的，就是青一块死一块，有的第二天肿得像个馒头似的，挺不容易的，这是我拍这么多年戏可能经历的，可能是觉得现场小孩们最不容易的一次。咱们这个戏，你看从开机到一开机就江桥大战，就是一直在狂，就是这种炮弹炸呀，每天孩子们是在，可以说在。吃着黄沙吸着黑烟，完了还不但是这些，每天的风刮的，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做的吧，都确实不容易，而且呢往常别的戏呢可能有打斗场面很少，局限性以文戏为主，但是咱们这个戏呢从头到了全是武戏，全是打，每天都在这种环境下，这是我觉得跟别的戏不一样的地方。完了，给你录下来。完了，就是放你墨水烫着。不行，你这哎，抹的太花，这太明显是抹上去了。这赶紧跑起来，来呗，一二三。
这个戏呢，我们真的付出了很大的辛苦，而且这个戏的阵容真的很庞大，而且呢，我觉得这也是一部值得去看的一部戏，因为很多人呢，尤其是90后，可能对这段历史真的很模糊了。它还原于历史以后，让很多人知道那段历史是怎么过来的，那会儿怎么惨烈。我觉得应该是挺好看的一部戏。